阿贵子龙，快坐。乡里之事如何？夏相伯与兵在，兄嫂也皆已去世。 这，我二人回来时，路上见到不少吕字旗帜，徐州可有变故？一言难尽。子龙有所不知，陶使君已经离世，将徐州托付于我，后吕布穷途来投。 吕布穷途来投，大哥好心将他收留，那三姓家奴却恩将仇报，反趁我等不备，汲取下邳。也不按喝酒误事。燃元帅派纪灵率兵10万前来围困，吕布却以原文社稿作约，逼迫纪灵退兵，而今。 也算解我之围，吕布遣人送信来，邀我去往下邳城中饮宴。我正与云长翼德商议，不知子龙可愿同去？云自然愿往。甚好，此番云长翼德留守小沛，阿贵也留在营中休息吧。子龙随我去。 不妥不妥，吕布那厮未必有甚好心。子龙虽然能打，毕竟只是一个人，俺也去。万一要打，也多个帮手。只怕你去了才会打起来。你若要去，事事学着子龙，不可鲁莽。这俺晓得，这俺晓得。那阿贵便留在营中。 等候子龙回来，叔父、子龙，下邳之行，两位一切小心。
玄德，来来来，坐。此番多谢将军解围。我与玄德正如兄弟一般，何必言谢？只要日后玄德不忘今日之事便好。若真待我大哥如兄弟，就该把徐州完好还与我大哥才是。三弟，这徐州可并非我夺来，乃是玄德自送与我代着。呸！你倒真有这脸面收下！若非我大哥收留你，你这三姓家奴尚且不知被追到何处去。三弟，大哥莫劝，看我这就帮你把徐州打回来。义德兄，莫要冲动。妾身见过诸位将军，方才见将军取出这好酒，想必是要宴请贵客，却不见人来取，妾忧心误了事，便为将军送来。将军可怪罪妾为报而来？自然不会，还是你心细。来，为玄德斟酒。是，将军。此酒乃是妾身亲手所酿，请诸公品尝。义德兄，饮了此杯，且坐，且坐。好酒！见到三弟，我担心他酒后误事，如今我们在吕布地界上，还是小心为上。我这便去寻义德兄，将他送回卧房。这好似是被义德兄一脚踹开的，这莫不是义德兄的鞋印？这二人莫不是被义德兄打成这般模样？
看来须得尽快找到一头凶。这两坛酒又是从何处而来？先送一头凶回去休息吧。看，一脚踹翻他吕布。在下赵云，乃玄德公部将。主公命我来寻张翼德将军。张飞酒后洒泼，我这些部将本要阻拦，却都被打成了这般模样。今日若不给一个交代，请恕本将不能放他离开。张将军醉酒不省人事，若多有得罪，云愿代张将军向诸位赔罪。张飞打伤我部将，若无交代，不能就此放人。张辽将军，如今奉先将军与玄德公交好，亲自设宴款待，本是美事。翼德将军多饮了几杯，醉中误伤，虽有过错，但事宜宽待，已不失吕将军美意。可许赵将军将其接走，妾身自会向吕将军禀明此事。既然如此，罢了，走。惭愧，多谢夫人。妾身不过跟随将军身边一女子罢了，子龙将军不必如此称呼，唤妾身貂蝉便好。貂蝉，此女姓名颇为耳熟。不敢。夫人，莫非是故王司徒之女貂蝉？正是妾身。云在幽州偏远之地，一闻夫人为世人除去董卓，能为天下男子皆不能为之事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子龙将军谬赞，妾身不过为司徒大人分忧罢了。吕将军今夜醉酒，妾身还要回去照料。天色已晚，将军请去歇息吧。多谢夫人，云告辞。我昨夜梦见一脚踹翻了吕布那厮，又左右开弓朝他脸上招呼了好几回合，好似不是梦中。三弟，若非昨夜子龙将你领回，恐怕你已打出徐州界外。大哥莫恼，大哥莫恼。哎呦，子龙，如今下邳不宜久留，未向吕布辞行，我等便即刻回小沛吧。哼，下邳俺早晚要夺回来。Thank you.
西周之事，我还需回易经报知父亲，就此辞去。云晓得了，不知阿贵打算何时启程，我也早做准备，一同回去。此龙就留在下邳，我自己回去便可。怎可如此？吕布武勇，天下无双。当年叔父三郎也只是战个平手，近期独霸益州，手下战将更多。万一再有交手，恐叔父独立难支。叔父若有危难，父亲也少个助力。子龙留在此处，也好多个帮手。父亲那边，我自去说明。即使帮叔父，他定不会怪罪。子龙若肯留下，多一人相助，自然最好。这，子龙，阿贵有些话要对你说，且到外面找我。阿贵，子龙可知我为何要让你留下？方才席间所说，莫非另有他意？父亲对子龙已十分不满。幽州风波暗涌，阿贵不敢请子龙再久居异境，否则安危难测。我自识子龙便知君是何等人物，刘不安之事便可知子龙与父亲并非同道中人。你二人志向脾性皆不相合，父亲非君明主，而玄德公则不然。叔父性情至真，仁德兼备，且比之刘不安武略足备，足以行天下之志。阿贵为我着想良多，此事尚无必须子龙之事，平安总胜于其他。他日或是有请，届时子龙万勿推辞。一言为定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此物君且收好。这是幽州动荡，而父亲在易经深锁重楼，恐无再南下征战之意。玄德公与父亲早晚分道扬镳，他日也不知能否再会。此物乃我随身玉珏，本为一对，今留其一与君，便如人在身侧。子龙日后远行，莫忘了幽蓟之地，幽蓟之人。
子龙九随白马一从，征战四方，想必深谙骑兵之法。我部下骑军虽不多，但也都是河北雄壮之士，有劳子龙多加操练，日后定为我军之精锐。是，云定不负使君所望。此乃何人啊？此人是我在路上所拿，搜得一封书信，乃刘备寄往曹操处的。刘玄德为何要给曹操寄信？曹丞相差我往刘豫州处下书，今得回书，不知书中所言何事，小人实在不知啊。拿来我看。曹贼焉敢如此，还有那大耳贼，击杀我也。左右，将这使者斩了，保之助将，来我帐中点兵，攻打小沛。赵将军，我等恭候将军多时了。虽为操演，但也需上心，不可大意，亦不可居首畏尾。来，你等结阵攻我，看看你等战法如何。将军果真威武，你等根基也不错，不必丧气，勤加习练，定能成为善战之士。今日我便教你等骑战之法。报将军，我等在东南巡哨，见一部人马正往小沛而来，看其旗号似是吕布军队，离城不过数里。步军吗？我去报知使君，你等再去探查，随时来报。是。使君，方才之后来报，有一部吕布人马正往小沛而来。吕布，彼未通消息，以军犯境，我方与曹孟德书信图之，恐来者不善。二弟，你速点一部军马，把守营寨西门。三弟，你与子龙同去东门，严加防备。遵命，遵命。
来将何人？何故犯我疆界？报上名来！侯乃温侯帐下高顺，刘备图谋我家主公，今又如何龟缩成都？速速来战！吕奉先反复无信，强占徐州。玄德公尚未见责，你有何面目反告于刘使君？如若要战，你先过赵云这关。汝这赵云倒是义正辞严，我不与你争辩。县阵营听令，拿下此城。子龙所言正是，高顺毛贼，老张在此，你有何能耐拿下此城？速速上来送死！真虎将也，我等不是他们对手，进攻不下，我且围住此城，等候温侯大军便是。哼，温侯随后便至，汝等若是早降，尚能宽恕；不负隅顽抗，则皆化齑粉，可要仔细思量。
有三将军把守此地，我且去告知使君战况，问他有无。
今吕布大举进兵，定是与孟德书信消息走漏。我等兵少，又无坚城，难以久持，为之奈何？今日之祸，可速告急于曹操，求其支援。也只好如此。谁可往许都告急？某愿往。云愿护送剑客先生前往许都。若有子龙相护，某无忧矣。善，二位一切小心。将凶马，剑客先生小心。
宣德破敌。非俗，但得是身是贼。此人有忠义之心，不可以恶言相加。亦不必与其争斗，他自早晚醒悟。
向河先生，到许都了。有劳子龙一路相护，事不宜迟，随我速去面见曹公求援吧。站住！你二人是何人？我是平原刘玄德属下赵云，护送使者简雍从徐州而来，要见曹司空，有书信在此。既是使者，还请稍后。两位，请。司空大人已于府上候见。何先生来意，吾已知之。旅途劳顿，不如请在官驿中歇息，待明日再做回复，如何？刘使君为吕布所困，多耽搁一日，危机便更甚一分。某岂敢以渐趋辛劳而误公事？还请司空早做决断。骁勇，其部下也多勇将，向河先生何以突围到此？某能到此，全赖子龙将军之力。这位年轻壮士竟如此勇猛，
实是何方人士？惭愧，惭愧。某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乃冀州常山人。冀州常山。去请西曹夏侯令史来。司空大人，来来来，子佩，我为汝引荐一位故人。哦，大人要我见兄长。子佩，兄长，兄长如何在此？我今在刘玄德帐下，使君为吕布所困，我送县河先生来此求援。子佩且入座，我等正要商议此事。刘玄德为吕布所困，望发兵救之，主公以为如何？此前我等攻徐州时被刘备横加阻挠，又让他平白得了陶谦老儿便宜，今日其与吕布自相攻伐，孟德又何必去救？不然，徐州之事，刘使君乃中人之托，守诺重信而为之，非专与曹公为敌。而吕布者，刺丁原，叛董卓，乱长安，先无故而袭兖州，又背信而偷下邳，是无亲无信之虎狼也。且吕布勇武难敌，此前其疲于奔命，飘无定所，只意永夫耳。倘若其吞并徐州，又有陈宫为辅，以徐州之富庶，资兵养将，割据一方，便如猛虎归深山，鸷鸟脱囚笼，再欲图之，岂亦得乎？吾虽欲提兵相助玄德，但得有袁绍，但有张绣、刘表，恐其趁机袭吾腹部。袁绍之曹公回许都，已转图公孙瓒，曹公可不由袁绍掣肘。刘表、张绣二人心被主公破之，未敢轻动。吕布、萧勇若任其得战徐州，又接连袁术，纵横淮泗，则极难图之也。吕布虽勇，然可趁其初叛，徐州民心未复，即往击之，可破也。机不可失，望主公明察。奉下之见，甚合吾意。夏侯遵听令。为先锋，与夏侯渊、吕虔、李典领五万先行，自统大军陆续进发。得令。主公，兰自随主公以来，颇悉武艺兵法，愿随军出战。子佩勇气可嘉，吾便允了。得令。先回营卫，与满伯宁交接事宜，稍后整点军马，明日一早便提军出发。当年尔等在徐州阻拦于我，今
日岂有面目复来相求？然让叔父仍记恨徐州之事，兄请勿怪。此前各位其主，不妨，不妨。二位且随我入营歇息一夜，明日晨起随军出发。